来，小宝宝，小宝宝，咱们吃饭了，先吃根虫子好不好呀？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吃虫子啊！不吃虫子呀？行行行，不吃虫子，咱们今天好吃的多，不吃就不吃吧。来，吃个葡萄行不行啊？不吃葡萄，不吃葡萄，这葡萄你不是最爱吃了吗？怎么又不喜欢吃了呀？行行行，不吃就不吃啊。那吃个玉米，玉米可香了，新除的玉米，不吃不吃。玉米也不吃啊，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挑食呢？那你最爱吃的小零食果冻吃不吃？不吃不吃不爱吃。哎，我说你这孩子今天挺奇怪呀，这不吃那不吃的，平常的好吃的都给你拿出来了，那你到底想吃啥呀？哼，人家那小朋友吃的东西可好了，软软的、黄黄的、糯糯的，一看就有食欲，我想吃那个。那是啥东西呀？你没说明白，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呀？他们说那个叫奶酪棒，奶酪棒。哎呀，行行行，我去给你买，我去给你买，等着等着，回来了，买回来了，是这个不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我要吃这个。行行行，哎呀，这孩子是养不起了，这奶酪棒啊，怎么这么贵呀？买了这个奶酪棒，半个月的伙食费都没了。这俩奶酪棒吃完了，半个月你就别吃饭了啊。啊，那可不行！今天吃完了，那后半个月我吃啥呀？你就饿着呗，省得你就想吃这个，就想吃那个的。嗯，我不吃了，不吃了还不行。